相逢，所以我努力往前走，就算只剩我穿越多少光年的孤独。 I still love you。 今天真的很不一样，是吗？那你要好好珍惜今晚，毕竟到了明天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我觉得恩熙没有完全被魔化，今天就是他打开结界放我出来的。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担心了，我不想要你再离开我。忘掉过去的一切，我们拥有的只有现在，只有彼此，好不好？办法可以让这个约会变得更完美。什么办法？这是你第一次主动请我，可是好像少了什么。少了什么？少了这个。在见面千年以后，最熟悉却又陌生的轮廓，那青春一笑回眸。对不起，找到你了。你不是还要回地府接案吗？快去吧。你现在不吃醋了？谁要吃你醋？去了。是不是太想我了？一大早就跑来找我。才不是。
要闹了，我是真的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情？你说。你最近这么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就些例行公事啊。你少骗我，你知道我在问什么。你忙的事情是不是跟恩熙有关？正南，我怕的是因为恩熙有什么危险你才不肯告诉我。不要担心，只要我在，恩熙不会有事情的。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凡人吗？嗯。你记得之前咖啡馆附近的小花吗？哦。它的主人失踪了。我之前有找过城隍帮忙，但是城隍说他的阳寿未尽，应该还没死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。等一下。你是说你已经先找城隍帮忙了？对啊，我想说你太忙了，我就不想打扰你。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？一定要背弃我的约定？家中有难，我确实是迫不得已的。况且，这正是你求取功名的紧要时刻，我怕我会耽误了你的前程。你怎么啦？我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应该第一时间找我才对。哎呦，我也很想找你呀，可是我不想妨碍你的正事。你的事都是正事。在我心里，你比谁都重要。